但我首先讲一讲关于这个恩典，我们怎样能够常有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？我们怎样常常口中会说出神的恩典呢？秘诀是什么呢？秘诀是常常思想神的作为。我从早上到晚上，我看到自己的改变，我看到别人的改变，我看到圣经里面的话语，我都会说神是这么美善，神是这么祝福，我都是看到神的祝福，神的美善。我说一点，就是当我们任何时间讲到任何事情，都讲到神的作为。例如我们说感谢神，以为我感谢神就是，其实这句话是荣耀神，这句话是荣耀神，但这句话不是讲出恩典，为什么呢？这只是说我感谢神，但背后有原因，是恩典的原因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他这么大的祝福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我就感谢神了。神常常帮助我，所以我就感谢神了。总是说出神的作为，所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在前面都是讲到神做什么，神帮助我。神的恩典从头到尾，他是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从开始没有这个世界，神已经计划要拯救我们。然后在整个世界，他计划这个有这个救恩的计划。然后他差遣耶稣来到为我们死。然后这个传道人或者是其他基督徒，神感动他们向我们传福音。然后圣灵感动我们，改变我们。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，神还是感动我们，多次的感动我们。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亲近神，神就感动我们亲近神。我们亲近神，马上有力量，这是神马上给我们的回报，马上赏赐祝福，马上有力量平安，这是神当时马上给我们的祝福，来鼓励我们，他的回报我们亲近他。不是我们配得，但是神乐意这样做，然后他就感动我们去服侍神，帮助人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很喜乐喜悦，然后祝福我们，他会赏赐，然后在永远他会我们预备天堂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神预备，我们侍奉的安排，教会的安排都是神预备的，神预备的机会，预备的牧师教师都是神预备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感谢神，但我们说感谢神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很多的作为，常常讲到神的作为，在里面充满神的作为。不但是说我常常感谢神，如果说我常常感谢神，你只是说你做自己做什么如果我们告诉人我常常赞美主的，常常感谢神的，我常常悔改了，常常尊重神的，人听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？你很厉害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对啊，这句话没有荣耀神。但我们说我感谢神，因为神真的在我软弱中帮助我，提升我的生命，常常感动我，我尊重神，神就喜悦。这个就是整天都在这个状态里面。我看到了，看到，好的。那现在我会解释一下关于这个教导，因为有些人听到这个神属性讲道法，他们就以为这是恩典福音，因为很多地方有这个恩典福音。恩典福音跟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希望我们明白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。不要以为是同样东西。恩典教导、恩典福音是怎么样？只讲恩典，不讲律法和悔改。教导人不需要悔改。这个平约瑟他说你不需要悔改，他说你可以悔改，但你不应该需要悔改，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神赦免你整个生命的所有的罪，所以你不需要悔改。但我们看一看启示录。他说启示录7封书信不是写给信徒的，他说是写给这个使者，这个教会的使者。当我回应他这句话很简单的，在7封书信都说到这句话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教友有没有耳朵啊？都有，凡有耳的。所以不但是写给这个使者的，这个使者要传给他们的教友，凡有耳的都要听。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，是不是有这个教导？要悔改，并且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但这个恩典福音例如平约瑟他所讲的，都是讲到你不需要悔改的你悔改你一次的信主，马上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赦免了，所以你不需要悔改。他也不看重遵从，这个就是看重恩典，都是每一天讲恩典神怎样祝福你这方面。但是讲这个恩典，这个不是圣经的全部。我们要讲圣经的全部。这个教导恩典福音是反抗很多人但是律法的教导，但他们过分了，过分去到什么程度了？就废掉律法。你留意，我没有废掉律法，我是说有恩典推动我去遵从神，悔改憎恨罪，这是遵从，这是律法。我遵从神，我传福音，我坐在小姐的身上，也坐在任何人身上，这个就是律法了。有律法也有恩典。好的，我继续讲这个好了，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的教导是怎么样？是恩典是主要动力。圣经也教导诫命和悔改，犯罪必定要悔改，憎恨罪和离开罪。然后恩典福音以为不需要靠行他说不靠行为得救，这个是我们认同的，就否定要圣经说亲近神、尊重神和爱神得神的喜悦。他不会说你尊重神、爱神，神才喜悦。圣经讲到喜悦，都是讲到当人尊重神的时候，而且祝福都是讲到人尊重神的时候。圣经没有说你不结果子，神也祝福你。圣经没有说不结果子就砍下来掉在火里烧了，是不是？很清楚的讲到这个警告，没有行为，不是担心耶稣没有行为就可以，不是的。所以他就是混乱了。混乱什么呢？这个教导不靠行为得救是对的，是圣经的教导，不靠行为得救。但如果你读以弗所书2章8节至10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借着信，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自己，也是不是靠行为。你们是神的这个创造物，这个因为这个英文的解释是创造物就是神造出来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后面讲到什么？是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他说行善，但是信耶稣。但圣经说很多了，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神教训很多，爱神爱人传福音，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凡我所吩咐的，耶稣吩咐很多，要饶恕人啊，不要论断人啊，要祝福人啊，要帮助人啊，要建立人的灵命啊，这些都是圣经所教导的。所以他们混乱了。我再说一次，他们怎样混乱了？就是说他们以为不靠行为得救，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遵从了。你要遵从就是靠律法称义。我不是说靠律法称义，遵从是得救的后果。听清楚哈，行为不是得救的方法，是得救的后果，得救的果子。我希望你们每个都明白，行为是得救的后果和果子，不是靠行为得救。但得救必定有行为，圣经里面说的没有行为的，不冷不热的你们的行为在我面前，在启示录有讲到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记得吗？这句话，神会看我们的行为的，去查看人的心肠肺腑的，神看到的，没有悔改的，他要临到他那里，将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的，所以神会审判的，没有行为的话，不结果子的自己，凡属我，在原文是在我里面。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我就将它砍下来。就是告诉人，我们有责任去结果子，但这个是不是得救的方法，是得救的后果。我们必定讲到行为的时候，必定要清楚讲出来，因为有些人就误会以为得救要靠信心和行为，得救但是靠信心。 但信心必有行为，到审判的时候，审判的经文都是审判行为，按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圣经没有说审判你有没有信，而且你看马太福音25章都讲到第二、第三个比喻都是讲到审判的，2,000、5,000、2,000、1,000的仆人有没有赚钱回来，有没有使用我给你的恩赐能力？ 这个没有用的，就赶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下去。这个就是地狱。然后绵羊就坐在主的弟兄身上，就进入神为他预备的国。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的，就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就是这个审判、惩罚。所以。 审判是按照行为的，我们所有的行为，一生人所有的行为，都要在神面前显露出来，被火试验。我们所以必须要小心我们的行为，但是神的恩典推动，因为我小心神的行为，神就纪念，神就祝福，就纪念，就永远的赏赐。所以我开心的、轻松的服侍神。 啊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啊。所以这个混乱，他们以为不靠行为得救，也不用行为讨神的喜悦。圣经清楚说要讨神的喜悦的，但讨神的喜悦不是在这种律法的压力之下啊。我要做这个讨神的喜悦，我是说，我这样做神就很喜悦了。就好像如果你有爱你的父母，你不会说。 啊！我要做这么东西，这些东西，他才喜悦我。你会说，我愿意做更多，我的父母更喜悦了。就会，你知道你的父母，你信靠神与神有关系，他已经喜悦了，因为爱神与他有关系已经是果子，爱神是果子，有与他连接是果子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喜悦了，所以。 我们继续讨神的喜悦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平衡恩典和律法的教导。第二点，得救不靠行为。圣经说，亲近神、尊崇神、爱神、得神的喜悦，也叫人去讨神的喜悦。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但我们尊崇神、侍奉神、亲近神，神都喜悦的，神都喜欢的，也会赏赐的。然后第三，恩典福音。 忽略圣经说审判是按照行为，他只是说你信就可以了，没有说到我们审判的时候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而且是看你的行为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。金银宝石是真心的爱主，而且是被神的恩典推动。如果是律法推动，好像。 奴隶是不是奴隶？就是好像奴仆的啊，整天要做，这样神不去喜乐，因为这个没有喜乐。神也看我们的态度的，你侍奉的时候是喜乐的，神更喜悦。第三，这个平安恩典和律法的教导，圣经说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，这个是。 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的。好的，圣经也说，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，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很多人说很难，为什么难呢？你怎么能够尽心全心的爱神呢？做不到。你怎么能够爱人如己啊？做不到。所以他们觉得很难，但圣经没有说你要完美神才喜悦。神说你开始做我就喜悦，但不要骄傲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要为他这样欢喜。我问你这个问题：这个罪人悔改，是不是他已经做得很完美了？他有没有做得很完美了？没有，就是开始的。他是罪人，现在说神啊，我是有罪人啊，求你赦免我，神就喜悦了，整个天堂就喜欢了。所以神不是等你完美才喜欢，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。你考试考得不好，他说你要努力，然后你以前不合格，现在你合格了，但他可能会说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啊，你合格不要以为是很厉害啊，其实啊你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。他们就以为啊，就是你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做的不够好的地方。很多人都是看到你做的不够好，你做了很多，他说你还有很多也需要做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方法，但神不是这样的。你做什么好的，同时你也求神赦免，因为我们所有侍奉、所有行为都不是完美。什么是完美呢？能够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完全的爱人如己。我们能够做到吗？完全的整个心灵、灵与魂都爱神。我们不能没有一秒钟能够完全的100%都是爱神的，也不能完全的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的，所以都有罪，有不耐烦啊，有怒气啊，有啊固执啊，有些人侍奉神的时候很固执，就是说你要跟我的方法，要跟我的方法，这个是固执的，不愿意改变的。他们就说我做的不够好，但我说你做的不够好，你求神赦免，你任何的行为神都喜悦。然后，约翰福音15章5节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样就多结果子了。就是你在耶稣里面，耶稣不会轻看你，他必定回应你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是谁，神都必定住在你的里面。他在你的里面就会产生果效了，因为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生命，就有自由了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了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果子了，就有生命了。所以你在他里面，他就很喜悦你，他就住在你里面。你想一想，神会住在人的里面，是不是喜悦了？已经包括了，他不喜悦你，怎么会住在你的里面呢？在旧约圣经讲到以色列人犯罪，神说我要差遣一个天使带领你们，我不要带领你的。但摩西说不要，如果你不亲自带领的话啊，我们就不要出埃及了。所以摩西就说你必定要带领我们的，我们就是说我们必定要神的带领。神不但是当时神不想带领他们，因为他们神不喜悦他们。但现在耶稣说你藏在我里面，我就喜悦，我就住在你里面了，所以他很喜悦，这样就多结果子了。因为他在哪里，哪里就多结果子。所以为什么我会结果子呢？因为我们亲近神，神的灵同在。你亲近神，你就不会想骂人了。你亲近神，你的心就柔和谦卑了，你就有力量了，你就愿意传福音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后果，这个就是果子了。然后我们顺从神的带领，越顺从神的带领，也处理罪啊，留意我教导平衡恩典我律法，我同时教导对付罪，留意每样罪都憎恨罪，任何的负面想法，任何轻看人，任何的忧愁担心发怒都是罪，我都刻意的处理，马上的处理，不让罪破坏我的生命。犯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就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你的心里面，耶稣说你不能服侍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。所以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两个主是谁呢？神，马门代表魔鬼。你在怒气中常常批评人，你就是做魔鬼的仆人，因为魔鬼是昼夜控告弟兄的，他昼夜控告弟兄。有基督徒昼夜控告人，就是做了魔鬼的仆人。所以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顺从神，神做主人，我们就完全的顺服神。神做王，不是魔鬼做王，不是罪做王。这个就是这样的话，耶稣就做这果子了。因为亲近神也会悔改的，因为罪会拦阻神的同在，拦阻神的作为。好了，路加福音11章28节，有一个妇人对耶稣说：“哇，那生你乳养你的就有福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是，没错，玛利亚是有福了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”就是说，玛利亚生我有福，但这个福气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。在天主教，他们说玛利亚有万福玛利亚，他们说万福玛利亚，他们会求玛利亚将她的福气赐给人。玛利亚没有，她里面她没有福气可以分给我们的。她这个圣耶稣的恩典，这个神喜悦，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所以这个是错误的教导，以为求玛利亚，玛利亚会将福气赐给他，或者是玛利亚求耶稣，耶稣就听。这个其实对神没有信心。神是很喜悦我们祷告，我们不需要找玛利亚去问耶稣，耶稣会回应我们的。好了，马可福音9章41节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就是这里说清楚了，是给属基督的，或者是你给微信耶稣，但你想带领他们信主，这个是好行为。有些人就是，但是给钱别人没有传福音的话，不是好行为。因为好行为是什么？神的好行为是坐在基督徒身上，或者是坐在微信主人身上，带领他们信主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。一杯凉水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是不是完美才神才祝福啊？你要有大教会，带很多人信主，神才祝福了，不是？你开始帮助一个，神已经喜悦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停止在一个人，我们继续帮助，也继续让神完全做王，因为神是叫我们结出果子的，所以我们让神完全的做王，我们的里面就更多果子了。越有神的同在，你里面就很喜乐。你的喜乐也是侍奉神了，为什么呢？人看到你的喜乐就愿意信耶稣了。你活在恩典中，人看到你的活在恩典就喜欢来教会。他说：“啊，这个教会真好啊，来到这里很开心啊，哈利路亚！你们开心吗？哈利路亚！我们遵从神，神就喜悦了；一杯凉水，神都喜悦了；我们悔改，神就喜悦了。所以我们做什么遵从神，神都喜悦了。所以是不难的，不代表我们可以骄傲。平衡恩典和律法，也同时警告人不要犯罪，犯罪必有破坏性。我们也让人知道，犯罪必有破坏性。虽然悔改了，还有破坏性，因为你骂人之后，他未必饶恕你。”你骂人之后可以破坏这个关系，如果他愿意饶恕你是恩典，但有些人不愿意饶恕你的关系就破坏了。有些人你骂他一次他就离开你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犯罪必有破坏性。约翰福音5章14节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教育的更加厉害。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教育的更加厉害，更严重了，更不好了。然后加拉太书6章8节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受败坏。有人去顺从情欲，情欲包括什么呢？怒气啦、烦恼啦、憎恨啦、这个情欲啊，这些都是罪，都是情欲。顺从情欲的后果是败坏。然后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罗马书8章6节。抵触肉体，永远抵触肉体，后果就是离开神，失去救恩。不是说你信耶稣，你跟着耶稣，然后犯一样罪就离开神了，不是这样，是人继续让罪破坏，然后他就可以离开神的。但有些人说，那我这是我正从权，但同时容许我犯罪我就骂人这些同时我有正从权也不要紧。但我会告诉他，你的生命的大部分都被破坏，而且你骂人也破坏你很多的好行为。你曾经带人信主，但你发怒，这个人看到他就离开主了，或者是他不喜欢你了，不跟你做朋友了，这个就破坏了。可能有人他传福音在教会很活跃，但在家中常常吵架，也破坏。所以任何地方犯罪破坏都必定来。这个破坏性不但是这样的，有些人说我90%都好的，都尊重神，就是10%就是对我的老公老婆不好，其他人我都好的。但这个10%就破坏你很大部分的生命，可能破坏90%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儿女看到你发怒，他们就绊倒了，被绊倒了。然后教会知道你的情况，也不信任你了你的里面也有怒气，所以里面与神的关系也有破坏。任何罪都破坏与神的关系，也破坏与人的关系，也破坏自己的内心的平安力量，也没有力量。如果我在罪中，我就没有力量的。好了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了，然后盗贼来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犯罪了就给魔鬼留地步了。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，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从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圣灵所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所有我都遵从，因为如果不遵从的话，神就让魔鬼偷去了。